quick and easy. They are always in a hurry. 今天就不吃了，改天吧。哎，也是哈。别犹豫了，走。行，走吧。我打开门。陆爷爷、陆奶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我们来借点米。啊，对，我们家的米吃完了。借米，你们两个啊？那个，爷爷怕我拿不动，我来帮个忙。对，来帮忙。哦，那你们是要把我们家米全扛走啊？不用全扛，有多少你就借多少。行，来，陆爷爷这边。哎，来了。哎，陆爷爷，这边。哎呦，这么多人呢！哎呦，都在啊！哎，坐坐坐，孩子们坐哈，坐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哎，你们吃啊！我来借点米。